知大家坐船嘅时候会唔会晕船浪呢？我就最怕搭船晕浪噶啦。不过南区咧就有架中式帆船，坐住佢一定唔会晕船浪，因为咧佢唔使出海咧都可以带你回到过去。回到咩过去？就系回到过去嘅回忆啦。花圃嘅框架雕塑包括山嘅剪影、景门同景窗，设计有心思，仲好有趣味。呢座灯塔就喺花园附近，赏花之余仲可以睇埋灯塔。听到八角金盘的名字，是不是都很难想象到它是什么植物呢？八角金盘是常绿灌木，可以用作家居布置，在屋企种植需要放在通风位置，还要经常帮它补充水分，保持湿润，才可以令它健康成长。如果大家仲想了解更多爱之传承花圃的设置，或者其他特色花圃，可以透过网上花展继续细心欣赏，同时仲可以参加埋18区园圃有奖投票活动，拣选你最喜欢的花圃。